掌中三奇，三奇就是我们手掌中有三个非常重要而神奇的部位，这三个部位代表了一个人一生的生命信息。这个方法简单易学，一看就会。如果您把这个方法学会了，悟透了，您也能成为识人高手。下面庄主就来详细解读。看长相要两手一起看才更准确，严格的说，30岁前看的是男左女右，30岁后反之，加一起就不能分男左女右了。三奇就是手掌中的巽、离、坤三个部位，如果这三个部位的肉峰都是凸起饱满的，那您的一生将是平安顺遂、心想事成的。巽宫代表的是初年的25年，如果巽宫肉峰高大凸起，主初年发达，财帛极旺。离宫代表的是中年的25年，如果离宫一峰高大者，主中年发达，功名极显。坤宫代表晚景的25年，如坤宫一峰高大者，主晚年发达，福寿终极。这也正应了一句老话，掌中有堆峰，福禄必重隆。这个方法是不是很简单？快来秀一秀您的玉掌吧。